台北市木栅动物园是全台最大的动物园，吸引许多大朋友小朋友都前来游玩。但台北市教育局最近决议将全票价格60元调涨整整一倍至120元。木栅动物园25年以来首次涨价，全票从原本60元涨到120元，优待票从30元涨到60元，团体票从42元涨到84元，新增台北市民票则是60元。教育中心看展游园车不收费，一票玩到底。我觉得有点太贵了、欸，太贵，我觉得太贵了。我觉得可以涨，但是不要那么贵。嗯，真的，可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动物园它有它的难处。由于受到去年疫情三级警戒影响，动物园分别在6月及7月休园整整2个月，从而导致收入大幅减少。今年这个预算局费啊，那个我们的那个馆舍的维修费啦、啊，还有就是我们所谓的动物的这个饲料费、啊、以110年度为例，决算出编列的税入为1亿多元，但税出却高达5.8亿元，一整年下来，动物园将亏损高达4.8亿元以上。涨一点啊，把里面的环境哈、哦、弄得更优，嗯，啊，厕所干净。相较亚洲其他国家动物园票价，新加坡1000元，日本横滨180元，木栅动物园的门票显得过于便宜。那么票价调涨，如果可以把园区设备环境及动物健康做提升，对游客来说何尝不是一件好事？记者李佩斯、苗思瑶采访报道。